事儿啊，对象联系啊，联系搞对象的事儿联系啊。大家好，我拽哥。啥？臭美人吗？那个？不是你这，你这无美颜吧？啊。你给我考验我的颜值呢，是不是？这两天又点痣了啊，就是之前遗留这些东西，又清理了一遍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你觉得挺干净的，然后脸还有好多，咱们弄的给它弄溜干净啊。今天这个不是主题啊，媳妇儿美，每天都美啊。最主要今天是什么意思？大姐来我们家，第四个年头了，整整四年，还是第五年头了？四年，你要往年头上说，该往第2018年的七月份来的，算一下，7月22号来的，啊，18到19一年，19、20一年，2021一年，21、22，那整第五年头了，整四年了，嗯，对，整四年了，我说的就是这意思。还有一小故事呢，大姐第一天来的时候啊，穿着超短裙儿，短裤。短裤啊，超短裤，胳膊上有一个小纹身，好多人还问过我，私下问过我，我说这是个人爱好什么的。不是，大姐这儿有一疤。哎，今天曝光一下啊，大姐这儿有一疤了，人家自己弄了一个，这个是吧？人家为了是遮挡一下怎么样的？其实第一天我还没相中呢，我说这人有纹身，是吧？当家政不太好，是吧？穿太妖艳了，怎么样？但是经过这四年的相处呢，是吧？大姐人挺好，嗯，啊，非常不错，嗯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准备给大姐啊准备点各种好吃的，然后叫着家里边的几个姐姐啊陪她喝点酒，对，一起就主要就是找个借口一块儿聚吃点，是吧？就是说什么呢，茫茫人海之中，然后相遇到一起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然后能一起相处四年，四年了，说句实话，都是脾气比较对，对，一般的人说实际的，在一个家庭里干家政干这么长时间的很少，很少，很少，很少啊！以前我们基本上就是12年是吧，就换一个。对他就是说，不是我不合适他，就是他不合适我，总有原因。但是说我们能在一起相处的挺和谐，就像家人一样。说句实话，真的是那种感觉啊。对，非常好。所以说，这大清早的，咱们赶紧的，整点好吃的，张罗张罗。是吧？张罗张罗，嗯，去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先去早市买点新鲜的蔬菜。对，然后你给大姐还准备了小礼物是吗？对呀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送给她。好嘞，一会儿见啊。嗯。到地儿了，开始采购。今儿个就扫尾了，三天。弄点黄瓜，多少钱一斤？4块。行。这大姐这行，来吧。不相见的都自己吃的呢。媳妇儿这嘴还够急的，还没买完先吃上了，吃吧，得喷，尝好不好吃？不香油垫着，底黑是鸡，你咬就好，你好吃就行，吃吧，你太咬，吃吧吃吧。我这不好看，但是我尝着好吃。1块钱，1块钱。你先搁车上去吧。好嘞。好家伙，太多了是吧？快踢了我，等着你啊。好嘞。嗯。嘿，这家伙现在黄瓜没准大批量下来了是吧？我这刚下来。但是我看您这玩意儿了，这秋葵是吧？多少钱？5块。5块一堆是吧？给我装上。黄瓜怎么卖？黄瓜2块5、4块。那个、白的4块。嗯，白的贵。哇。白的这生吃的。这桌子您卖多少钱？800。这也是您收来的是吗？是老的吗？老的。那也是解放后的是吧？60、70年代，也就那样是吧？是吧？时间不长应该。800，这要喝茶吃点小零食，喝酒是吧？挺好。茄子怎么卖啊，大哥？茄子你要3块钱一斤。四个呢？4个5块钱。这就现在这个变化没得你看。一样，给我来点。您这个，拍一下您。姐之乐，别拍我，哈哈哈哈。那什么，就东北那种鲤鱼，没有鳞的那种有吗？对，3斤多，弄两条，给我逮两条。对，在哪儿呢？我瞅瞅。逮点这吃哎，大姐是东北人，她爱吃这种鱼，来两条，好，杀吧。所有食材都买回来了啊。今天是大姐来了
第四个年头了，今天咱们来一个铁锅炖大鹅，晚上给你好好喝点啊。上午就提前炖出来啊，把鱼呀、啊、大鹅提前炖出来，晚上几个姐妹陪大姐一喝酒，挺好。开炖。现在的时间是不到五点，差一刻钟啊，到家了。今天是大姐来我们家四年了啊，中午我们就简单吃了一小口啊，所有人就等着晚上这顿饭，哈哈哈哈。都甩开腮帮子等着了啊！吕大公主迎接他们姐们去了，又是陪着大姐喝点酒，也没让大姐炖什么，就炖俩，一个是大鹅，还有一个是鱼，剩下其他的就弄点小凉菜，挺好。来一个猪蹄子，再来一个鸡爪子，蘸个甜的洋葱，拌个土豆丝儿，秋葵蘸酱，黄瓜蘸酱。这个是猪耳朵拌黄瓜丝儿啊，搁点小葱，再来一个蒸茄泥，花生米拌这个黄瓜丁儿，还有一个小龙虾啊，这是养猪那个大姐买的小米酒，散酒才45一斤，要说也不便宜了啊，太丰盛了是吧？你能好好坐着吗？瞅瞅。大家这等着好几个姐们了都，嘿，三道林东北特产是吧？我以前都没吃过，跟我们东北还有点不一样，东北那三道林发白色，别人是黑色，是吧？那没准养殖的，是吧？不是野生的，您吃那门野生的，这吃的也不赖，东北人就爱吃这个鱼，特别好吃啊。再来一个早上新买的豆角，熬点土豆，然后大鹅是上午炖的是吧？炖了多长时间？哎，4个小时。哎呦，4-5个小时啊！然后再炒一个杭椒炒这个牛排，就齐了。三个主要大菜是吧？大姐主要爱喝酒，陪大姐喝点酒就完了，翘首企盼的看他们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大姐这手艺没谁了，看看，这鱼炖的，可香可香了，上菜。这是不是有点那个略微的有点太饱了？太多了是吧？实在人嘛。哎，大姐，不是，这要一激动，啪激活了。真棒，大姐不能倒啊！哎呦我天，上大菜了啊！来一个鱼。这真的是怕不够吃。来吧。大姐都没回去睡觉去。来一大菜啊！熬乱炖，不是再来一个芥末凉粉儿，这是手工焖的芥末呀，特别好。3杯半喝。开始倒酒，小米酒50度啊，一人一杯，谁也甭抢。今儿椒炒牛肉啊，牛排，来吧。最后一个菜啊，铁锅炖大鹅。最后一个菜。开喝，来，来，大姐上来我们家四年了是吧？真是四年了，送你小礼物，然后咱们简单的借这个热，咱们喝点酒啊，好嘞，来，来，要不酒呢？大姐辛苦了，这儿呢，这事儿闹，弄两杯是站着，两杯，以茶代酒，来，好，行嘞，好嘞，我们还说每天非得让你弄一杯。你俩这两个祝福太好了，太绝美了。怎么搞得好像生日呢？来我家找个机会嘛。啊，找个机会跟大姐喝点酒是吧？是个小宝宝。开吃了啊，这小酒还挺有劲儿，50度，头一回喝。媳妇儿这喝两口说干小米酒太冲，
临阵脱逃了，全给大姐了，不知道的，五斤的啤酒搓上了。我怎么感觉这回这量是不是给你多成了呀？你学生没有？你看这么沉的，这酒也得促销，又不减肥了，你瞅着吗？啤酒干什么？明儿点吧，行，来喝一口，伸着点。这回我可不怕喝了，来，那这白豆丝儿那烧呢。这回换位置了，俩孩子吃两口下去了，大姐这双把搂子都差点要爆粗口，下俩。今天得喝美了啊！哎，必须来来来来，反正喝哪个都行啊，喝哪个都行，就爱喝酒。我陪你了。来来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谢谢。这个是大姐喝的，已经是第二杯了。第二杯，牛逼吧？不是我说的啊，因为刚才大姐就已经那个爆粗口了。我跟你说吧，这东北人的特色啊，你们假装没听见啊。然后呢，我儿子跟我闺女都已经敬大姐了。去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是吧？说那个儿子问过大姐，说那个您什么时候不干？他就是说那话特别不好听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你是不让阿姨干了？然后大姐说跟那个儿子聊天。那个儿子特别喜欢大姐的意思，就是那意思。他俩没事好家，他喝水，他喝酒，啤酒，他俩还得聊会儿。对，完了，大姐跟儿子说这么一句话，把我两口弄得特别感动。怎么说来着？就是那意思，或者我老妈什么时候就身体不如以前。大姐有一个老妈，快八十。第一是咱家不需要我了，第二是我老妈身体需要我了。身体不行，第三还要搞对象啊，对，搞对象。大家听懂了吗？第一是，第一是那意思，我们两口子不用大姐。把镜头对准我，听懂了吗？你这个有没有啥对象啥的，可以跟我私信联系一下啊？我们要求这就是怀柔左近的啊，这个条件也不需要多好。北京左近的吧？我就怀柔左近的最好，是吧？最起码你想大姐的时候能看着大姐。对呀，就怀柔左近的嘛。陈建新的啊，对，就做。是吧？因为大姐人家有需要不要拆迁户？拆迁户脾气大。不是，要是拆迁户，到时候我们可以考实地考察一下啊。不行，然后那个拆迁户脾气好，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啊。好嘞，那个今天是那个几位姐姐陪大姐喝酒，我们两口子是吧？来，第四年干年头了是吧？来，敬大姐，身体健康啊，永远漂亮。好嘞，漂亮。也敬屏幕前的你啊！来来，喝酒了啊！来，想着这事儿啊，对象联系啊，联系搞对象的事儿联系啊。